大家好，我是 T 克邦特派员唐琳。无线耳机啊，可以说是这几年最热门的3C 关键字了。其中呢，真无线降噪耳机更是最受到消费者关注的焦点。而铁三角在今年下半年也推出了最新的旗舰级产品 ATH-TWS9。ATH-TWS9 拥有崭新的外观设计，具备主动降噪能力，支援高通 Snapdragon 噪技术，并支援 Hi-Res Audio 规格和拥有高音质声音表现的 APTS Adaptive Audio。无论是拿来听音乐、追剧、玩游戏，甚至是现在越来越频繁进行的线上会议，都能够提供更全方位的听感升级，绝对是铁三角真无线耳机中最新最顶级的旗舰机种。究竟有哪些亮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开箱吧。老规矩，我们先从外观看起。第一眼呢，就能看到 ATH-TWS9 拥有流线的外形，搭配墨黑的配色，完美诠释了所谓低调奢华的质感。充电盒的表面呢，采用特殊的材质，不容易沾到指纹，能够确保外观的洁净度。而大面积的正面顶盖，加上两侧的内凹弧面，握持和拿取的手感都很舒适。充电盒的正面呢，设计了 LED 灯号，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耳机的电量啊，还有当下的充电状态。接着，充电盒的内舱搭配了磁吸式的结构，耳机呢放进去或拿起来都很直觉、很顺手。再来 ，ATH-TWS9 的充电盒首次加上了抗菌灯技术，放入耳机后呢，会针对耳机的发声孔区域进行除菌照明，大概70秒。根据官方资料啊，可以有效的消除包含大肠菌、黄金葡萄球菌以及噬菌体病毒等等。除菌效果高达 99% 以上。耳机的本体部分呢，同样是偏低调沉稳的黑色搭配古铜色，耳柄的造型呢，则延续铁三角自家的 ATH-CKR-70TW 的短杆设计，透过圆弧的线条创造出流线的风格，让整副耳机的外形啊看起来相当的精致讨喜。左右声道耳机的短杆呢，都各配置了一组按键，为用户提供复合功能的操控，像是调整音量、切换曲目、降噪与环境音模式、通话等等，也能启用语音助理，不用拿出手机就可以快速执行多项功能。再来看到配件的部分，为了带来最佳的降噪效果 ，ATH-TWS9 在配件上也是给好给满。其中呢，导管尺寸就有短、中、长三种，大小则一口气提供了 XS、S、M、L 共四种。搭配起来一共有12款耳塞，可以照实际需求来选择。而耳塞的伞部采用了细胶混合材料，在营造柔软触感的同时呢，又具备一定的硬度，可以提升物理降噪的效果。因为每个人的耳道深度不同，耳塞导管呢也以三种不同的长度来设计，借此达到更出色的主动降噪体验。至于很多人相当关注的续航力表现，依照铁三角官方提供的资料 ，ATH-TWS9 本体最长可连续聆听 6.5 小时，若搭配充电盒啊，则可以将整体的续航力延长至 18.5 小时。最棒的一点是啊，即使是开启主动的降噪模式，耳机也有长达6小时的续航力哦。加上充电盒还支援快充，因此呢，绝对能够满足日常通勤聆听的需求。除此之外啊 ，ATH-TWS9 也支援 QI 无线充电，这让充电方式既多元又便利。从此之后呢，就跟电量焦虑 say 拜拜吧。硬体规格呢，也是 ATH-TWS9 的一大看点。一般人印象中啊，想要听到更好、更有能量的声音，那耳机配备大口径的驱动单元是一定要的。而这正好呢，完整体现了铁三角耳机技术实力的精髓。铁三角在 ATH-TWS9 小巧的机身中，内藏口径 5.8mm 的高解析驱动单元，让耳机整体能够更加的微型化，并保有最佳的声音品质。同时呢，还透过妥善的造型设计，达到贴合耳朵的效果，使佩戴的舒适度啊获得大幅的提升。5.8mm 的驱动单元正是铁三角透过多项的创新技术所打造，像是利用三层软硬不同材质结合而成的复合式振膜，可以传递明快、能量丰沛的低音，以及平顺流畅的高频音效。再来，为了有效扩大实际振膜的面积 ，ATH-TWS9 采用外磁式的磁铁结构，并利用薄型不锈钢框体固定振膜，让5.8mm 的驱动单元能够输出超越原本单元大小的声音效果。最后呢，再利用空中配线音圈设计，降低传统音圈与振膜固定架构时可能产生的过多振动，使声音的纯净度啊有更显著的提升。只能说，千万别因为尺寸小巧就小看了它哦，它的音质表现啊，绝对会让你惊讶到不行。继续看到 ATH-TWS9 支援的音讯规格，支援 Hi-Res Audio 以及最高音质达到24 bit 96 kHz 的 APTS Adaptive Audio，
除此之外呢，也向下支援 SBC、AAC 以及 APTS 的蓝牙编码格式，而 APTS 则是达到媲美 CD 等级的音讯规格。降噪方面呢，铁三角原厂提供了相当丰富的设定以及功能，像是降噪优化侦测和具备道路、住家、列车等总共五种预设情境的降噪模式，你可以依照不同的场景需求来进行弹性的切换。我们分别在不同场景实际体验了 ATH TWS9 的降噪效果。首先佩戴时呢，听起来不太会有那种让人不舒服的闷感，而当你在相对安静的室内，比如说咖啡厅或是在家启动降噪之后，可以完全将风扇的声音以及空调运转的声音消除，让整个人进入真正的静谧状态。至于在外面的话，我们也实际搭乘大众运输和走在路上来实测降噪表现。在搭捷运的时候呢，开启降噪可以感受到把捷运行进时候呢偏中低频区域的噪音有效的抑制。再来，我们也站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感受它的降噪效果，有效抑制了路上奔驰车辆所带来的引擎噪音，特别是中低频区域的声音。这样子实测下来呢，都能够感受到 ATH TWS9 优异的降噪表现。另外 ATH TWS9 也提供了很实用的外部声音模式，当开启之后，即使不取下耳机也能很顺畅的和其他人聊天对话。而且这款耳机的外部声音模式呈现的效果不止相当通透，针对人声的拾取以及传递到耳中的表现都很不错，长时间佩戴着聊天呢，也不会出现闷塞不适的感觉。接下来聊聊连线的部分。 ATH TWS9 因为支援 Google Face Pair 快速配对功能，所以呢，你使用的是 Android 手机，只要掀开充电盒盖，手机就会自动快速的和耳机连线配对哦。如果你拿的是 iPhone， 那透过内建的蓝牙功能也可以很直觉的进行手动配对，整个操作过程啊都蛮顺畅的，很好上手。受到疫情的影响啊，线上的会议真的越来越多，那会议过程最怕发生的是什么呢？对，就是耳机连线不佳，相信大家一定都很有感吧。说到这点呢，采用蓝牙 5.2 规格的 ATH TWS9 完全就是妥妥当当的。我们实际戴着耳机连续开了好几场线上会议，对连线品质的感受真的就是一个字，稳。对了， ATH TWS9 还支援了很重要的低延迟技术，这个技术呢，让你无论是戴耳机追剧或是和朋友来一趟传说，完全都不会有声音和画面不同步的问题哦。再来聊聊按键的操作，你可以使用短杆上的按键或是耳机侧面的触控区域来操纵 ATH TWS9 的各种功能。右边的耳机呢，按键按一下是暂停播放，按两下是切换下一首，按三下呢则是回上一首。如果常按触控区域啊，则可以唤醒语音助理哦。那左边的耳机按键按一下可以增加音量，按两下则是降低音量，而常按触控区域呢，则可以在外部的声音模式和降噪模式中做切换。如果要做更细部更进阶的设定，那就得透过 AT Connect 这款铁三角原厂精心打造的应用程式。一进到 Apple 的主页面，马上就可以看到电量、蓝牙编码模式、等化器、降噪这四大功能。界面的下方啊，也能快速的调整音量或者是控制音乐曲目的播放。不得不说，电量这点就设计的蛮不错的。Apple 也提供了等化器调整的功能，一共有五组设置，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自行设定。最棒的是啊，透过 App 可以做更进阶的降噪功能设定，它提供了五种不同环境的降噪模式。举例来说呢，像搭公车啊，或是坐捷运的时候，如果想要降低所在环境的杂音，或者是在家工作的时候，想要不受家人、宠物的干扰，可以更专注在工作上，都可以依照当下的实际状况需求，透过 AT Connect 快速调整到最适合的模式。接下来聊聊我个人最在意的声音表现。搭载 5.8mm 高解析驱动单元的 ATH TWS9 不只是一款中低频能量丰沛的耳机，高音表现出的空间感和延伸性也都很出色。所以呢，不管你听的是流行、电音、摇滚，甚至是古典或爵士，都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很强烈的临场感。实际透过 ATH TWS9 来听 DJ Khali 的最新热门歌曲 Beat Time，从音乐的开场啊，就是由背景的电子合成音效拉出相当深远的空间感，同时呢，人声的演唱加入，定位在音场的前方，形体啊相当的突出，进而扩张了舞台的规模。接着歌曲中加入十分强力的电子低音效果，除了每一声低频都有极为强悍的冲撞感，更重要的是极低频向下延伸后清晰且厚实的饱满能量持续撼动着耳膜。
搭配上述电子合成音效的空间感与人声演唱的形体凸显表现，使得整首歌的舞台定位啊十分明确，也带来相当优秀的声音层次感。另外也听了韩国女团 BLACKPINK 最新单曲 Pink Venom， 低频包含猛烈撞击的耳膜的亮感，也有 Q 弹灵活的细节，结实呢但温润的中频搭配着精确的音场定位，高音部分呢也把音乐和人声的弹响完整的重现。而实际聆听古典乐贝多芬第五号钢琴协奏曲与爵士乐经典专辑《当铺爵士》，不同于时下正在流行的电子合成音效，爵士乐中的乐器演奏加上人声的演唱，更适合用来检验 ATH TWS 的声音传真度的表现。整体听下来啊，会发现 ATH TWS 9重现了管弦乐团齐奏的亮感与规模，而且啊，能听见不同乐器所在的定位，从而将管弦乐团的配置展开于两耳之间。此外呢，透过它也可以听见不同乐器的音质与音色的忠实效果。例如啊，钢琴清脆的琴键声，萨克斯风吹奏时的气音延伸，以及小喇叭明亮但不刺耳且有着矜持中频的音色效果。刚才提到啊，线上会议越来越频繁，所以呢，通话效果绝对是消费者购买耳机时会特别重视的一环。说到这点 ，ATH TWS 9内建的 Qualcomm CVC Generation 8.0 技术，能够加强人声的拾音，并且有效降低环境声，让通话两方的声音啊都变得更清晰。无论啊是进行一般的通话呢，或是线上会议，都可以透过它获得更好的通话品质哦。这里呢，我们也实际测试在安静的室内环境和户外的马路边通话降噪表现，让大家参考看看。好的，我们现在移动到室外了，在有风声、雨声还有车流声的情况下，这台耳机的降噪通话表现也给大家参考看看哦。我们现在在室内空间做实测，是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那现场呢，除了电风扇跟空调的运转声之外啊，没有太多嘈杂的声音，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这个通话品质的表现哦。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ATH TWS 9这款真无线降噪耳机吧。铁三角全力打造的 5.8mm 驱动单元，让它的低音效果啊既利落，能量也十分扎实，这让所有的音乐类型啊都有了一道稳固的顶层基础，再搭配上温润矜持的中频和清亮延伸性好的高音，共同重现出每一首歌曲真实的样貌，让人可以深深沉浸在歌曲带给人的感动之中。支援 Hi-Res Audio、高音质的 APTS、Adaptive Audio 等多项的声音规格，同时具备更好的主动式降噪效果和多样化的环境声控制模式，再加上啊，能够利用 App 设置，打造出个人化的聆听享受。搭配绝美的外形设计以及优异的电池续航力呢，让 ATH TWS 9能够满足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对于聆听音乐或是与人沟通会议的需求。如果啊，你正在找一款有各方面均衡好表现，同时呢还能轻松对应各种场合与环境的耳机，那 ATH TWS 9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找个时间实际到全台的铁三角展示中心体验试听看看哦。